七，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话人是什么意思？Chào các bạn, hôm nay tôi sẽ hướng dẫn cho các bạn giáo trình luyện thi HSK. Trước kia tôi đã từng học theo giáo trình này, rất là hay. Tôi đã soạn khá là kỹ, lắp ghép và hướng dẫn rất là tỉ mỉ. Các bạn chỉ cần học theo những phần tôi hướng dẫn là chắc chắn là thi được HSK 3. Rồi các bạn chú ý xem nhé.张林，你现在手头上有钱吗？有一些，怎么，王涛，你要买东西？我想买台洗衣机，可我现在只有1200。我有个定期存折，下个月20号到期，想从你这儿先借点儿。你需要多少？我正好有1000块钱还没存到银行，可以借给你。洗衣机是1700。你借给我500元吧，下个月20号还你。不急，你用吧。给你钱，你数数。对了，我写一个借条吧。好朋友写什么借条？不用，不用。哪能不写呢？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张林，你现在手头上有钱吗？有一些，怎么，王涛，你要买东西？我想买台洗衣机，可我现在只有1200。我有个定期存折，下个月20号到期，想从你这儿先借点儿。你需要多少？我正好有1000块钱还没存到银行，可以借给你。洗衣机是1700，你借给我500元吧，下个月20号还你。不急，你用吧。给你钱，你数数。对了，我写一个借条吧。好朋友写什么借条？不用，不用。哪能不写呢？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张林，你现在手头上有钱吗？有一些，怎么，王涛，你要买东西？我想买台洗衣机，可我现在只有1200。我有个定期存折，下个月20号到期，想从你这儿先借点儿。你需要多少？我正好有1000块钱还没存到银行，可以借给你。洗衣机是1700，你借给我500元吧，下个月20号还你。不急，你用吧。给你钱，你数数。对了，我写一个借条吧。好朋友写什么借条？不用，不用。哪能不写呢？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王英，你们学校最近情况怎么样？同学们都忙着四处找工作，见了面总是互相问对方工作定下来了没有。你的毕业论文写得怎么样了？不要只顾了找工作，忘了毕业论文的事。怎么会忘了呢？论文的第一稿我已经写完了，正在改第二稿。对了，爸爸，刘叔叔不是在晚报工作吗？您帮我问问，他们今年还要不要人？我可以帮你问一问，但是找工作主要还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再说，找工作本身对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嘛。我知道，
报社每年都招聘记者，我相信我会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王英，你们学校最近情况怎么样？同学们都忙着四处找工作，见了面总是互相问对方工作定下来了没有。你的毕业论文写得怎么样了？不要只顾了找工作，忘了毕业论文的事。怎么会忘了呢？论文的第一稿我已经写完了，正在改第二稿。对了，爸爸，刘叔叔不是在晚报工作吗？您帮我问问他们今年还要不要人。我可以帮你问一问，但是找工作主要还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再说找工作本身对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嘛。我知道，报社每年都招聘记者，我相信我会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王英，你们学校最近情况怎么样？同学们都忙着四处找工作，见了面总是互相问对方工作定下来了没有。你的毕业论文写得怎么样了？不要只顾了找工作，忘了毕业论文的事。怎么会忘了呢？论文的第一稿我已经写完了，正在改第二稿。对了，爸爸，刘叔叔不是在晚报工作吗？您帮我问问他们今年还要不要人。我可以帮你问一问，但是找工作主要还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再说找工作本身对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嘛。我知道，报社每年都招聘记者，我相信我会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根据录音及其问题，在 A、B、C、D 四个答案中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一，我有一个定期存折，下个月20号才到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二，好朋友写什么借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三，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四，他不是去美国了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五，我跟你谈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六，跟他说也白说，他能了解吗？说话人是什么意思？七，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话人是什么意思？八，星期天正打算去公园玩，一出门就下起了大雨，只好在家看了一天电视。说话人星期天做什么了？九，省那几个钱做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十，长时间看书对孩子的眼睛不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